Acordo claramente. Thank you.
丘陵那时候流亡政府啊，一个苏丘陵流亡政府，1971年长的鱼公，你这样讲，你有中华殖民国期待，你看出来啊，变作是国家，中华民国这个名是世界上无等级啊，所以说讲中华民国就是过去完成式啊，不是国家，对不？不是政府，我有当中啊，我有怎么动？中华民国不是国家。不是政府搞不搞？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文的。底下那些主权独立国家，那国际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文，这就清楚的。所以台湾这个名，你看台湾，咱都讲咱台湾的名叫台湾，但是一挂人讲台湾的名叫中华民国啊。所以咱国内有争议，是国外无争议，国外无人讲中华民国啊。国外拢讲台湾，对无？大家人拢讲恁台湾，恁台湾，咱做个代志嘛叫做 MIT， 给你台湾对无？你感觉像过种 MIRC 的你啥？唔麻烦对无？你卖用过种 MIRC 的电脑无嘛？那么 MIT 对无？给你台湾，台湾就支持。所以呢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但台湾这两字是还无国家的名，另外国家无政治，世界无政治，所以咱名十分重要，乱七八糟。所以台湾这个名，咱要个正名，做咱国家的名。台湾这个名是现在进行式，你看好不？好。所以咱个现在进行式台湾，中华民国是过去完成式，在这哪啦？所以哦，咱爱做拍拼。我相信，我嘛希望林志升已经控告会成功，哦，也这个变国际问题。有成功，无成功，无重要，这个动作咱大家就拍拼好啊，好不？啊，拍拼好啊了呢，咱希望成功，我嘛希望成功。那不管有成功无成功，咱台湾人民爱成功，对不？对。所以咱台湾人民爱成功，台湾是咱人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所以咱要独立，是咱自己心内要独立，不是讲美国要咱独立，咱独立，不是安尼啦，是因为这国际会定论，虽然可能是中美国还在托管中，是美国在加大又强势来托管，就是托管，但不管咱台湾人民自己讲，我要独立，这上重要，对不？对。咱这回来哈，光复嘉义，咱这回来维护台湾，给主管同意，安尼好不？哦，安尼你电话拜托哦，好不？好，咱嘉义过桥，咱不过桥，台湾过桥，咱出来利用公道，咱来支持这两个，咱来支持这条人民，咱来传播咱是主管独立的国家，感谢大家。